啊，好可爱，谢谢。谢谢一晨送的蓝色应援棒。Hello，大家晚上好。我爱吃我的乌龙面。你又忘记先充了吗？没有啊，没有啊。好了，我跟你们说啦，我今天断考，我都没有滑到什么手机，可是手机还是没电了，然后我也没有充，然后我就在路上听音乐，然后听听就只剩下10几趴，然后来公司就只剩下个位数，啊，我就只能在公司边充边直播啊，还能怎样？我还办我的晚餐，谢谢 Lori 笑送的布，嗨，大家陪我吃晚餐吧。我们今天断考第一天诶。熟悉的晚餐乌龙面，对。玲玲下播前要记得回猜哦，回猜哦，回猜什么？期末考，对啊，期末考第一天。谢谢保护队送的布。剪刀石头布，好，先吃我。然后我最近很好笑，就是我是一个很好笑的人，就是我可以一首歌或是一个就是餐点或是一种饮料或是一种用品。我可以一直用，一直用，然后用重复的东西。可能今天我很喜欢某牌子的化妆水，然后我试用，我就觉得好好用，我可能就会下次再买，然后就会买很多瓶同样的。然后衣服也是，衣服我就会买同个牌子的，或是或是我想看，或是饮料，我可能就会买什么米克夏之类的，然后或是。晚餐我可能就是一直吃乌龙面或者一直吃意大利面，然后就很喜欢一样东西。然后音乐我也会就是一首歌，然后一直放，一直重复，然后就喜欢上它，然后就重复听。玲玲，我抽到你的快闪，我谢谢。好，那你要来看我一首歌的部分，我也是。就是今天我在化妆的时候，我弟刚好经过，他说：“哎，姐姐，我发现你一首歌可以听很久，然后重复听。”我说：“对啊。”而且我最近在听英文歌，因为我最近想要把我的英文学好，因为我英文实在是太烂了。我跟你们说一个小秘密，就是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不怎么爱念书的小孩，因为我太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的逻辑思考跟别人也不一样，就特别奇怪，种就是我的逻辑思考跟一般小孩不一样，就很奇怪。可是也不是说不好，就是奇怪，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有点算是，就是特别人。然后我就是很有想法，所以我都不爱念书。可是我爸妈就觉得说英文很重要，然后他就把我带去给家教上英文课，那 one by one 的那一种。然后就是 one by one 的，然后我就是不会念啊。然后可是因为英文真的很重要，然后可是我就不太喜欢那种上英文课的感觉，因为其实不太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是一个，因为其他人都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可是
我现在没有不是这么认为，可是我觉得我聪明要用在对的地方上，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我要把英文练好，我就会用我自己的方式，适合我自己，就用最快速的方式去练好。像我现在就是可能因为我国中那个家教老师还有送给我一本就是最基本的那种对话句型的一本小本子，然后我就一直留到现在，然后我就会利用在学校大家都在玩手机的时候，或是我想要玩手机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现在是要拿出那一本书来看英文的时候，或是我就会把它记起来。这样你们现在觉得我变了？对，我变了，我就是那么的用功，谢谢自己讲，谢谢跑步队送的剪刀。那下次握手会大家可以去找玲玲练英文哦。那我可能没办法，我可能没办法，我的英文其实真的很烂，就是烂到可以用幼稚园都比我好的那种程度，你们知道吗？可是告诉自己就是一定要一定要就是把它练好，就是对，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活到老学到这是我对，我要把英文练好，要持之以恒。好，可以 one by one。什么啦？Hello， 明晶。Hello， 水果教主。玲玲好像蛮自律的，但就是不喜欢被别人对对，我喜欢自己去找答案，或是自己去问答案，或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努力把它做好。可是我不喜欢别人说哦，你功课要好哦，你要把它做得好，我就不喜欢。我喜欢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把它做到最好。可是如果是别人要求我，可是我做得很好，我得到一种就是得到一种称赞或是一种肯定，我就会继续做，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需要肯定的人。英文不好看来是真的，对啊，就真的超差啦、啊、可是你们不要笑我，跟你们说我会努力我会努力好吗？我会努力，搞不好以后我就练起来，我就可以用英文跟你们直播，让你们搞不好都听不懂这边说大话今天有夹子，就这两个，紫色跟黄色。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玲玲一直都很认真，表现很棒啊！继续努力，真的吗？真的吗？谢谢塔瓦哥。吃晚餐，都在吃晚餐。玲玲可以找子萱前辈练习。子萱前辈那个英文真的是很好哎、欸，他真的很厉害、欸。可能从小爸妈就有要求他。把线歪掉，我没有啊，欸，我就跟你说我是故意的嘛，故意的。谢谢明丁送的玫瑰。头发比较黑，是因为我刚刚用水弄过。哎，其实也还好嘛，随便啦。
谢谢北原神推送的石头。哎，你们知道吗？就是啊，我最近很喜欢看，就是那种电影，然后就是我最近在看那个，我最近很喜欢一个前辈是桂纶镁前辈，就是我最近有看那个他2002年演的一部电影是《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蓝色大门》，因为那是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是2004年出生，那是2002年的电影。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去看那部电影吗？那是因为有一天我们在上一概课，然后老师就放那个就是台湾的电影的纪录片，然后他就看，我就看完，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很无聊，这到底什么东西，我可以不要看了嘛？可是突然有一种声音，就是女生的声音，然后就很有气质，然后说谁，然后桂纶镁前辈，然后我就很开心看到他，然后想说拍这部电影是什么、啊，然后我就看一下说《蓝色大门》，爱情浪漫，我就说哎呦，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然后我就把它记起来。然后老师就叫我们写出三部最想看的电影，然后里面其中有一部就是《蓝色大门》，然后另外两部有一部是《甜蜜蜜》，好像是张曼玉演的，然后另外一部是什么《奔跑吧，男孩》。然后我现在看完《蓝色大门》，可是我在想要不要看《甜蜜蜜》，因为那部好像很老，我不知道我看懂还是看不懂。可是我觉得《蓝色大门》，可以就看了。蛮符合我这年龄，可是我比较想看那个上次跟黄秘书直播的时候，他推荐我看，就是那个拉拉链，就是那个越来越爱你，什么爱与梦想的两边怎么选择，然后我就想看，因为对我应该就是对我这年纪看好像也蛮有帮助。我想要暑假的时候看，我不现在看的原因是我不现在看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觉得拉拉链那一部就需要花时间看。所以想把它安排在暑假有空的时间，可是我暑假的行程都已经排满。谢谢命送的我来签到，甜蜜蜜蛮好看的、啊，真假的？因为演员去看电影，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是因为我不管是书还是电影，我都是因为作家或是女主角或是演员去看的。对，我就是一个。会去追星的人，可是我的追星不是说去买他的周边商品，我的追星是我会去欣赏、羡慕他，然后我会想要变成他，跟他一样的样子。对，就是哦，对，最近我有在迷一部那个《美女与野兽》真人版，那个女主角是艾玛·华森，就是演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妙丽格兰姐嘛，就是妙丽，然后就是艾玛华森嘛，然后因为我就觉得她很聪明，就是她可以美貌又兼具，然后我怎么可以用女生这么棒？因为主角去看很正常，是吗？甜蜜蜜时代背景不太一样，或许是因为这样，玲玲还不习惯。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甜蜜蜜》这部电影很经典，所以我想看。可是我又不知道我看得懂还看不懂。玲玲今天有吃甘草芭辣吗？没有，今天是樱桃，还有水灵。把留言区划掉，有回猜按钮可以按。这是什么？哦，是吗？那我不要。等一下，等我把这面吃完啦。我最近很喜欢听那个耶
Justin Bieber 的歌，就是小贾斯汀。因为我就说我最近很喜欢听英文歌嘛，因为要练英文，然后我就很喜欢听英文歌。今天恢复吃播日常没有吧？就是今天刚好想吃这样，感觉玲玲应该会蛮喜欢王家卫导演。你说，其实我只知道王家卫导演的一部电影，然后那是《重庆森林》，我就只知道那一部，是吗？就那一部，其他我不知道。可是我也没有看完《重庆森林》，那因为我知道那部电影的时候，那年纪还看不懂，所以我想回去看，可是我不知道我看到也看不懂。玲玲晚上好 ，Polo 晚上好，谢谢北原神推送的新之冠。王家卫对人类来说不会很难懂吗？高中生应该看得懂，应该吧，因为我那时候知道那部电影的时候是国三，我国三完全看不懂他演什么。王家卫就是要让人看不懂，但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点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也蛮特别的，因为我觉得我的逻辑思考跟别人不一样。重庆森林还比较算爱情片，是吗？爱情片，但其实我现在也，还有什么电影你们可以推荐给我看的吗？我现在在学校，我现在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可以在学校运用什么下课时间啊，什么上课时间、啊，然后看自己喜欢的电影还有书。然后有一次上魔术课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变魔术嘛，然后我就这样看书，来看理性与感性，我在那边看书。然后老师刚刚走过来，他就说：“啊、哦，在睡觉。”我说：“哦，没有，原来在看书的时候，对我来看课外书。”他说：“哎呦，那么认真看课外书？”我说：“我以为在睡觉，我想说这坐姿怎么那么高级。”超好笑，然后老师还把我拍下来，可是我没有把它拆穿，他那种我不知道他有在拍是怎样，反正就是好笑。安眠医生好看，对吗？几乎不看电影，你可以去看电影啊，电影很好看诶、欸。我刚刚有偷猜一下，我刚，因为我刚刚有人说可以回猜，然后回猜什么东西，我就随便点。老师觉得压抑，老师没有觉得很压抑，老师都知道我是人的小孩。老师已经觉得我是人的小孩，是吧？没有啦，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原来我想说系统怎么会自动帮你猜，常常看电影会上瘾的。其实对，可是我觉得看电影真的很蛮棒的，因为你知道年纪越大，年纪越大，然后就是事情越多，你就需要让自己静下来，懂吗？而且这样会更有内涵呢、啊，是吧？
林说自己年纪大吗？没有啦，其实我说自己年纪大不是说我真的年纪大，是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人生就是限定在一个年纪，可以做到比别人比同年龄的还要更好，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现在年纪很大，这样你没有懂我意思吗？心智年龄还是个谜的零，哎呦，年纪管对啊。谢谢林容忍送的新秀选票。你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规划，对我是一个，就是最近啦，对我自己的认知上，因为我已经快要16岁了嘛，要16岁了，然后我现在15岁，要快要16岁，它是一个跨过去的坎，然后16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然后。我在十五，我很开心可以在15岁，快要在16岁的这年纪，知道我的个性。我是可以从旁人听出来，就是他们说，就很单纯，然后很善良，然后就是很有智慧。我不知道，反正是有人说什么我还蛮有智慧的，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很看很多东西什么的，还有就是从旁人。眼中的玲玲，然后还蛮聪明的，这样，然后逻辑思考很奇怪，这样，对啦，很奇怪啦。觉得看作品的时候，可以尝试很多剧中角色的思维去思考很多有趣。对，我最近也很喜欢这样诶。玲玲的意思是，可能是实际16岁，但内心年龄稍微成熟一点。其实我现在才15岁，但快要16岁了。我希望我可以在16岁有更大的改变，对自己的目标。我只要不要，因为我真的就是平常就是不笑脸很臭那一种，所以我希望不要让一些不认识我的人误会我是一个很不好相处的人。你从头到尾都想去面，没有好不好？我不怎么知道啊，是别人跟我讲的。就只是觉得需要把握时间啊。16岁是高一，可是我高二才16岁。可是我没有，我是比别人，因为我93年啊，8月。所以我16岁是高二啊，我比别人小一点。哦，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哇，你们一直送我那个猜拳热身赛。1993不是啊，2004，想法很好 ，Polo， 你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嘞，很久没有看到你了，超级无敌爆久，然后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你，然后你终于来了，然后我在等你这期间，我在反省我自己，我在反省我自己为什么会有就是粉丝会想离开我，我到底有哪里做不好？就是从小到大，别人都说，就是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可是，就是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是很幸运没错。可是我希望，好，不然假如来说，一个成功人来讲说，幸运的趴数是30，努力的程度是70，加起来是100。然后努力70，幸运30嘛。然后我会告诉我自己，别人都说我是很幸运，我知道我自己是很幸运，我幸运可能有70，就是天生就是幸运70，然后别人要努力才能到我这期，可是我已经有了，可是我努力只有30，可能也30都还不到，
可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不行这样子，我就想让我自己配得上这新的起始。我才十岁谈恋爱可以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自己比较重要，别人觉得你终究是别人心中的你。我来看一下，我那是米苔吗？不是，那是乌龙面。我来看一下回猜的东西，好了，好吧，回猜。哎，我真的是有超衰的，我都没有剩的。傻眼！突然静音，没有，我刚刚在猜拳。我都输啊！我现在可能还剩三场而已吧，傻眼，傻眼。因为我觉得这不好吃啊，不好。谢谢保护队送的布。人太多烦恼，是因为记性太好。我其实都有看一下，看什么？哦，你说我直播吗？哦，你应该觉得不敢看嘛，就是就这样。这反应好可爱，什么反应？谢谢一晨送的乐。王家卫近年比较有印象的是《戴宗师》，那什么东西 ？I don't know。
在有 DT52。哦，你知道，我上次在上课的时候，我在跳那个舞，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哦，他说我妹妹要加油哎，什么妹妹加油？他跟我说，你再过几年就可以参加 DT52，如果你努力的话。对啦，再过几年啦。妹妹要加油，因为那老师是一个很资深、很资深的老师，然后他看我就是妹妹啊。哦，妹妹加油！你跟阿丽拍的那个跳舞很可爱，谢谢。他们都说我跳得很好、欸、明天会带相机去拍玲玲，希望真假的，真的吗？这段时间玲玲也进步好多，粉丝也增加了不少，谢谢。那你有没有想我？那种肉麻的话吗？被叫妹妹没有不好啊，因为在老师眼里我就是个妹妹。我快把乌龙面吃完，冲完我就可以吃我的樱桃了，开心！这是我妈帮我准备的爱心水果。想你的话，我来看你哦，开心开心开开心心。希望明天的各位手下留情，欸、你们明天来看我哟，在西门町，我两场都有参加哦。我跟妮妮，明天是我跟妮妮。其实我也不知道哎、欸，但感觉是蛮适合的，没有。大家来看我，耶、yeah ！空运樱桃耶！哎、欸，对，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哎，不便宜说，不知道哎，妈妈买给我的爱心水果，贴心。几点开始？我其实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你要去看一下。嗯，你可以去官网看。哦天哪！太多人送我那个了吧？开始。玲玲知道猜拳大会吗？我知道。赢的话有机会。赢的话有什么机会吗？你们可以干嘛吗？
假？真假？真假啦 ！Oh my god！ 真假？什么叫可以买有零零是选八十一点？认真，认真，认真。好可怕哦！我有点害怕明天了。期待，应该不是说害怕，期待啦。吃我的晚餐，我在发呆。你知道我发呆的时候很奇怪，我发现，真假？好，没有啦。没有，我明天就轻松这样。有，我弄好了。没有生无可恋，我就发呆这样。哦，还有好几个，我要吃我的樱桃。我就要吃了会变樱桃小丸子啊！傻眼！谢谢保护队送的布。我那边出了什么？没有人来啊，应该不会吧？没有人觉得好笑。
泰拳没有用哎、欸，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其实说真的啊，对我来讲，泰拳就真的是完全靠幸运的东西，运气。你要怎么作弊啊？而且你的慢拳，就是如果你慢猜的话，也会很明显啊。你要怎么作弊？你要怎么作弊？好，吃完了。玲玲，明天要记得擦防晒，多喝水哦，谢谢。谢谢啊，新之冠，哎，有啊，你没有截图吗？用樱桃，这样吗？刚好没有。可爱，谢谢水果教主，会用樱桃梗打结吗？要怎么打结？要怎么打？用？我不会，这样吗？吃樱桃有帮助什么？补血吗？还是什么？有人知道吃樱桃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吗？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吗？我想知道一下。它什么丰富维他命什么 B 还是 C 哦？什么？我就想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好吃就好，我就想知道这是水里的。我真的很喜欢吃水果，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啊？我要把水里都吃掉，然后等下再慢慢吃樱桃。
水果吃就是幸福，好好吃哦，好兴奋。玲玲吃相真的很好，就很好吃哎、欸！你们知道有水果吃对玲玲来讲，有水果吃对我来讲，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我容易满足哎、以后迷你控表现好，云云有啊，云云用你樱桃就好了，什么意思？看玲玲吃水果很幸福，谢谢哦，这水果真的，嗯，啊、哦，我以后可以摆个什么水果，我以后可以摆个什么水果，就是排行榜，玲玲水果排行榜，然后 number one 芭乐，然后 number two 然后樱桃。很好笑哎、欸那个兔子不要，我刚刚没有吐在镜头里面哎、欸，我没有。我刚刚这样，可是刚好像，好，我刚刚可能不要在镜头里面吐。水果试试。傻眼！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爱水果哎、欸，怎么办？我无法抵挡水果的诱惑。还有棒棒糖。哦，棒棒糖也是一个我没办法抵抗的糖果。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含一根棒棒糖。我刚刚有移到镜头外去吐啊！我刚刚就是不小心。OK， 我刚刚没有吐，然后就不小心，因为我以为这样不会，然后结果还是会。可是。没办法，好啦，不行，我下次要再带一次棒棒糖，我下次要带可乐口味，我下次带可乐口味的棒棒糖，我觉得玲玲，你们一定觉得玲玲很强，就是我是一下不知道在干嘛，一下很强，然后一下讲一些很震惊的事情，我就是这样啊，我在学校就这样，就是有时候很认真，然后有时候就很嗨。明天买几支棒棒糖去西门町。水果玲玲，水果玲玲 ，Hello， 谢谢你送的布，已经习惯了。哦，真的吗？习惯就好啊，习惯成自然，谢谢。习惯成自然。你们亚洲肌肉俱乐部有一个叫嗡嗡的更强哦。他比我还更强，他已经强出一个境界来了，你知道吗？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
我觉得你们一直送我那个猜拳的，我觉得我要来看一下。我现在在猜那个水果教主的，然后是圣，然后当保护队的是圣，然后另外一个是副，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就圣，然后圣副品。哎，你们送太多了啦！天哪，真的超谢谢你们的。然后副，谢谢。平，哎，保护队你送的我几乎都输哎，超级傻眼。代表很忠于做自己喜欢，哈。玲玲要记得一段时间回猜一下，不然下播没猜的话，好像会直接算输哦。好，我跟你们讲哦，我猜全43次，我只赢了11次哎。为什么玲玲拿到一胜？哈，送多是好事，我没有难过啊，我说是好事，开心的要命，好吗？昨天爆输，真假？哎，我真的，我跟安安很好，就安安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孩。谢谢一晨送的乐。话说回来，玲玲的头发好长。对啊，要剪了。来考虑，可能16啊，我想到了，16岁生日会晚结束后，我8月生日会结束，16岁我的时候我就去剪，你觉得怎样？看起来不错吧？好，我就这样决定了，我生日会结束后16岁我要去剪头发。安安年纪也靠近，对啊，我们年纪差不多，我们年纪一样哎，差不多，他是比我大1岁，然后他也蛮成熟的。安安很乖，他超乖的哎，他是一个不会爱玩的小孩，只是他不爱玩。就有时候我会觉得想说，安怎么可以这么乖巧？这样，当生日礼物，没有，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嘛，所以我就会舍不得把我自己留的东西剪掉，就我会去怀念之前发生过的事情。还有人事物，对，然后头发也是一个陪伴我成长的东西，你们知道吗？所以我就会舍不得啊。之前我头发好像留到这边，然后爸帮我剪到这边，然后我就很难过，我就直接在理发院大哭，然后离开理发院我还继续哭，我说我变成短头发了，念旧，对，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造型就是，它可以变成这样。哎呀，三小，你看，我就可以重绑。
想绑。怎么办？那我等下再绑好了，先把它放下来。哇，头发真的好强啊！它已经到我的，它已经到我的这边了、欸。傻眼！哎、欸，以后我跳远距离的时候就这样子。哇，真好长！零交流的话，我知道啊。谢谢切尔东所有新之冠。哎、欸，你们，我是一个很少穿红色衣服的人、欸、我今天穿红色、欸。我有注意看你播法很好看，我播法很好看吗？你呢？因为我妈最近，我家人最近都一直跟我说，婉玲，你的发际线要分一下，不然你永远这样子会秃头。然后我最近在学校啊，我就会这样，我就讲，就是不管怎么播，她都会讲，所以我就尽量这样。然后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在那边拨头发，然后呢，然后老师应该也傻眼，说前面的女生是怎样，然后就这样，啊，长头发好处，所以我才舍不得剪呢、啊。迷你控坐太后面，很认真看成员的走位跟舞蹈动作，又甩到侧边洗了啦，哎。你有被甩到？你有被甩到吗？没有啦，我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旁边同学觉得很困扰，这样不会，后面同学很开心呢。你确定吗？对，我确定。自问自答概念。樱桃，樱桃真的很好吃哎、欸，只是它有籽。如果樱桃没有籽的话，我应该会爆爱。谢谢小杰送的玫瑰。我最近很喜欢喝热开水，我觉得很好喝。可是我现在没有带，而且你知道吗？你知道之前我不是很爱喝那个百香双响泡吗？然后我之前的百香双响泡都是喝微糖去冰。微糖去冰哦，然后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旁边同学在聊说，哦 ，Coco 的那个百香双响泡的那个无糖去冰很好喝，我想说无糖好喝吗？我一点，哎，这真的蛮好喝的，哎，这无糖就很好喝这样，然后我又喝无糖。白开水也放，不会，白开水不会放珍珠，白开水就是直接喝水这样。哎，有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真的是上体育课，然后我就这样随便拨在体育老师旁边这样拨头发，然后体育老师就说，谁洗发就那么香啊，超好笑，说老师我洗发就很香，啊。超好笑，可是我真的舍不得剪呢，怎么办？热水 OK， 但不要喝非常热的。没有，我会喝，可能十分满，然后六分热水，然后四分温水这样，冰水。Hello， 羡慕体育老师是哪招？玲玲明天可以在我后面播吗？好，可以。剪短一点，确定吗？
这句话三年后说不定剪得跟 Mina 前辈一样。Hello 是怎样？其实玲玲短发超好看，最好是啦，最好啦。觉得玲玲啊，觉得玲玲驾驭长发很好看，谢谢。哎，我长发从小到大的，拜托是我是长发控哎。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玲玲有粉丝名吗？有啊，我的粉丝名是猫头，不是，我的粉丝名是独角石。对，我的粉丝名是独角石，这个独角的那个石子，长发控加一，长发最棒，我最喜欢，我喜欢长发。对，小杰那个独角石，感觉玲玲把头发照顾得很好，对啊。哎，没事，樱桃我喜欢配奶油吃，樱桃奶油好吃吗？优格感觉也不错。我要来回踩一下，时不时的跟大家回踩一下。我现在剩的场次是14。我看可不可以在结束前，我看可以在关播前超过20，应该是不太可能啦。我看可不可以在关播前超过20，赢20次。现在37分，我9点关播，还有33分钟。越看越像乐佩，哎，我超喜欢乐佩的哎。我超爱乐佩的，我超喜欢乐佩，而且乐佩头发很漂亮，可是它金色的。哎，我以后如果把头发染金，会不会很好看？哎，如果我以后染头发的话，你们觉得我适合染什么颜色啊？可是我觉得我妈跟我说，她觉得说我现在黑色头发，然后没有烫没有染发就很好。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再染一个其他颜色，搞不好更好看。就是想到底要染头发，如果要染的话，我要染成什么颜色？金色如何？会不会太突兀啊？你们觉得我适合哪一个颜色？紫色吗？红色？染红色吗？亚麻。可是我想染咖啡色看看诶，比较安全 safe 的颜色。鲜红色。鲜红色好看吗？玲玲的话可以很显眼的颜色，酒红色 ，Sure， 你们确定吗？金色太 fashion， 可是如果可以驾驭的话就很好看。你们知道妈妈木就是韩国的一个女团，妈妈木成员里面有一个女生华莎，然后她就是金色 ，Oh my god， 超好看哎，是金色吗？反正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成员是金色，然后我记得泰妍也有染过金色。就是超好看的那种，如果你染的好看的话是好看的。女生安全的就浅灰跟咖啡亚麻绿这样，哦。
要看你习惯什么风格吧。摇一摇，知道吗？谢谢。这成长板好像不是哦，没关系啊，就代表不做，我代表自然啊，是不是？咖啡色很 fashion。第一次不要染太浅，真的吗？我应该是不太会，我因为我现在发质是不差，所以我想要在我高三毕业的时候，如果我有顺利升上，可是这是如果我有顺利升上正式的话啦，因为研究不能染啊。想染头发先偶像剧哈？为什么？哦，对，《薄暮游记》真假？这是《薄暮游记》前面说了吗？想染头发先演偶像剧，为什么？为什么？这有什么关联性吗？可以让我知道一下，为什么想染头发就要先演偶像剧？对啊，所以如果要顺应这样顺势的话，可以染。所以我现在应该是不会染，反正我现在发质不差。可是我一想到我16岁就要把头发剪掉，就有点舍不得。你们觉得我可能在关播前胜场是20吗？我看一下还有谁送。平的话是怎样啊？什么啦？我明就有胜，然后他还是给我14，傻眼欸。好，我今天运气超差的，我现在只剩15次，还有5次欸，你们觉得可以吗？你觉得我可能再猜剩5次吗？我今天的目标是20次欸，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你头发怎么那么长？对啊，我头发变超长欸。《游记》刚出道是黑发，后来拍 KB 的戏剧，是为了染发，跑去拜托导演给他需要一个染发才跑去，真假的？那我真的很蛮想染，可是我要先把我的发质保养好啊，因为他真的。我很谢谢我妈生给我一头好头发，因为我妈她之前头发也是像我一样，可是因为她后来是染头发还有烫头发染坏掉，然后烫坏，所以她就变得发质没有很好。可是我妈的头发就是之前就是跟我完全一模一样，因为我很喜欢我照顾我自己的头发这样。今天那么好看，应该可以，真的吗？今天很好看，所以在说我之前都不好看哦。真的，他在 AKB Bingo 的时候自己讲的哦。玲玲自己都怎么照顾？你说我头发嘛，因为我本身天生头发就发质就不差，所以我可能会用，我不会每天洗头，可是我有流汗的话一定会洗。可是，我最近开始就是每天都洗头，这样，真的就是每天都洗。然后很多人说什么每天都洗会长发质，可是我觉得没有欸，因为。我头发算是一个蛮容易出油的人嘛，又也不算，反正就是会出油。然后我就不喜欢头发有油油的，然后这样的，所以我几乎都是现在开始每天洗头，然后我一定都是润发，一定都会每天都会用润发乳，然后我用一次，然后洗发2次，润发1次，然后洗完再擦，用那个毛巾擦干之后会用。我会用
我家人帮我买的那个菲柔的那个润发剂嘛，就是擦头发的那个，就是在还没有吹干之前先抹那个油，然后等一下，然后我再吹头发，我不会马上洗完头就吹头发这样。玲玲撩头发一次就被屌一次，好。听起来要花好多时间，其实还好，可是我还蛮享受洗头发的过程。我觉得我这样讲起来，你们会觉得我很奇怪，对不对？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洗头发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到现在觉得洗头发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你可以把你一整天的压力都洗掉的感觉。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就是你一天很累，然后你就会把你一天的压力洗掉的感觉，然后吹头发有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迎接下一天。对，就是很乐观的一个人。因为洗完头发很舒爽啊，你们不觉得吗？我比较好奇吹干要多久。其实我不需要，我吹干不需要很久，因为我都会用毛巾先擦半干，然后等到它干，等到它完全不湿。就是你这样子是有水滴出来，我会让它就是完全你晾的时候不要水滴出来，然后再吹头发。哎，你们那个现在几分啊？46。你们50分的时候可以帮我写一下榜单吗？我要念榜，很累，不就干脆不洗？没有，我不会，因为我觉得不舒服。玲玲，你喜欢什么卡通人物？想要写，我喜欢那个，我喜欢《神隐少女》里面的千与千寻，然后不然就是《霍尔》里面《霍尔移动城堡》里面的，忘记名字了，的那个女主，忘记名字了，不喜的那个叫陈诗雅，今天只迟到。1分钟吧，还2分钟。我会看啦，你们放心。我赢几次啊？哎，傻眼！哎，我赢19次了，哎，最后一次，苏菲，对，就那个苏菲，你知道，里面有一句“受到荒野女巫的诅咒，变成老太婆吗？”然后。我就要看他的电影解说，他说那样子的苏菲反而活得更快乐、更自然，因为他内心成熟，他拥有所有女孩子良好的个性，什么成熟啊、什么聪明啊、乖巧啊、什么文静之类的个性都在苏菲身上。然后他长得很小孩，就是很少女，就让他觉得说就是。因为她心智很成熟，就让她不自在。可是当荒野女巫把她变成老太婆的时候，那时候的她反而是最舒服的，因为她可以做她自己。对，
二十次了啦，我赢二十次了。五十分了，我要念榜了。玲玲是偶像，也能成为女孩子想要成为的人。哦，谢谢。哦、我赢二十次了，我要截图。好，截了。玲玲要从第几名开始？第一名，从第十名好了。我的樱桃还没吃完耶，我要猛把樱桃吃完。吃完了，好好幸福的一天哦！天哪，28.6%勉强及格。零开始面无表情狂吃樱桃了，没有，因为要结束啦。我想说，要结束就把樱桃吃完好了。好，爱念榜。最后一名，第十名是一晨，谢谢一晨，谢谢你。第九名是尼哥，谢谢尼哥。第八名是 Jeff， 谢谢 Jeff。第七名是水锤，谢谢水锤。第六名是洛瑞笑，谢谢洛瑞笑。第五名是西西，谢谢西西。第四名是小杰，谢谢小杰。加油，你很棒的，好，我会加油的，谢谢你。第三名是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第二名是燕，谢谢燕。第一名是保护队，谢谢保护队。看来樱桃很好吃，好吃到停不下来，就真的很好吃，而且很幸福。有水果吃就满足，对，我很容易满足。没关系，看玲玲吃樱桃也很开心。傻眼。我怎么还是那个？久违的跟播完直播了，嗯，你有从头到尾都看吗？没有吧？我记得你是中途进来的、欸。明天见，那么快吗？还有六分钟哎、欸，那么快要离开了吗？不然你们再猜，我再猜一下好了，我把剩下的猜完好了。你们那么快就要拜拜了，还有六分钟。玲玲没有，谢谢保护队。有，我有谢谢保护队啊，谢谢保护队。傻眼。祝明天猜拳顺利，希望有粉丝能拿到拍立得。希望你们可以拿到玲玲的拍立得。赶玲玲下播的概念了，没有啦，我还没有把剩下的全猜完哎、欸。谢谢保护队送的布，哎、欸，我现在还是12%，你们超傻眼，我5%，然后边冲边播，我现在是12%，偷偷跟玲玲约好要出什么，不行啦，不能作弊。
要猜完啊。对啊，我现在好像21场吧，赢21场。谢谢宝物队送的那么多猜拳，这样不管谁进决赛。大家明天的猜拳大会要来西门町看我，要来西门町看我。我明天会去西门町快闪，想要看到我的话来找我，然后可以得到，如果有赢的话，猜拳有赢的话，可以得到玲玲的拍立得耶。Yeah。跟播完看直播真的很伤手机跟电池，想看先不能去的，那就来啊，可你好像没空。我就看最后关播的时候，我剩的场次是多少。玲玲，记得要猜完再下播哦，好。好，我赢22场，谢谢保护队送我那么多礼物。会想玲玲的，谢谢。好，我赢23场，你没买大夹子，直播时绑，把头发绑起来，哈。还有5分钟，哪有？玲玲，明天决赛见。会想玲玲的，虽然还是能在未来找到你。海外饭哦，所以你不在台湾哦，换战士。玲玲变第十名了。玲玲回家小心，是假玲玲，眼睛还好吗？还好还好，出公司要戴口罩。好，我是香港人。OK，Hello，Hello，Hello，什么？香港人就想，好啦，拜拜啦，拜拜，大家拜拜。谢谢阿元，玲玲晚安，明天加油，我会加油的，大家拜拜。
天，拜拜。哎，我觉得这样还蛮可爱的，拜拜。拜拜，大家拜拜，老虎队拜拜，北辰队拜拜，切尔东拜拜，小杰拜拜，拜拜，水果林拜拜，Polo 拜拜，一晨晚，一晨拜拜，大家拜拜，明天见，拜拜，大家来看我，拜拜，拜拜。